一见到六九十二，我就，腕表流行力，天书接地气。大家好，我是刘行力。萝卜快了不洗泥。从口罩前开始，瑞士头部品牌的爆款一表难求，甚至发现某些品牌的表，不管是专柜还是二手，都被疯抢。这里面如果是大三针的话，也就是简单功能的自动上弦的款式，无可厚非。但是上升到复杂功能层面，尤其是计时码表，就有坑了。哪些品牌呢？咱们采用排除法捋一下啊：百达翡丽、江诗丹顿、宝珀，甚至是劳力士，一直是使用很权威的机芯。宝玑今年的 Type 也开始透底，表明人家也使用了权威的机芯。另外一个头部爆款品牌计时机芯就有点鱼龙混杂了。这个坑指的是什么？指的是模组机芯。这里面讨论的是自动上弦的计时机芯啊，因为这种机芯是个标杆。一方面，模组机芯有些自带缺陷，我们觉得不应该出现在头部品牌的表款里。另外一方面，坊间老鸟甚至从外观上就能分辨机芯的优劣。我们甚至还请高人分享识别的攻略和厂家的小伎俩。关于缺陷，我们这些做媒体的只知道一些皮毛。我们走访了维修界的权威，他们说模组机芯指的是自动机芯上增加计时模组。这些机芯的缺陷是工作不稳定，有时候偷停。这个呀，跟咱们玩的 IT 啊正好相反。IT 呢，外挂东西总比集成的好，它独立工作能力更强，比如说独立显卡啊什么的。但是在机械表上，尤其是在计时表上，这个是相反的。所以从这个角度啊，印证了集成自动上弦计时机芯的优越感。模组机芯呢，也不是没有优点，它可以让更多的人买得起计时表，你懂的。没办法啊，又想要计时功能，又想要传统的颜值，设计师也是够贴心的啊。但主流的自产计时机芯都倾向于集成自动上弦带助轮，比如欧米茄的九字头机芯、浪琴这两年用了全部的计时机芯，更不用说真力时、百年灵。我漏掉了哪些品牌？你帮忙补一下啊！哦，对了，还有泰格豪雅的零二机芯，在我们亚洲还有精工，还有皮尺齿档的4130。是不是有这种感觉？我们的节目里话术有点啰嗦，你这么想是有道理的。但这句看似啰嗦的话术，其实是一种认知折叠。你看啊，集成自动上弦助轮计时机芯，这里边有集成自动助轮计时，一个都不能少的。除非哪一天业界的计时的机芯都是集成自动上弦助轮的计时机芯。说实话，我也想过这事儿，但每次出差坐经济舱的时候就打消了这个念头。另外，我这还算克制的呢。如果把助轮 column wheel 翻译成导助轮，想想有多啰嗦。话说回来啊，这种优越感外化为传统的369布局，最近火爆的熊猫盘也是这么来的。当然，集成自动计时机芯里面也有不带助轮的，比如瓦勒柱7750，性能上没得说，但是逼格上稍差一点。资深表友甚至可以用直觉来分辨逼格，比如副表盘是6912排列的，大概率是不带助轮的，不高级。传统的，尤其是以真力时 El Primero 和劳力士4130机芯为代表的高级机芯是369排列。但这种排列并不安全，模组计时机芯模仿的对象常常是369排列的。既然仿制，为什么不仿高级的呢？另外，皮尺档先是仿制了7750，很晚才仿制出4130，可见集成了自动上弦带助轮的计时机芯有多权威。前面说到的某头部爆款品牌，他们家的防水不错的计时表曾经用的是6912的布局，这让你想到了什么？没错，7750。但这款3126机芯是模组的，估计大家对运动表美学的理解不太一样吧。6912，多年养成的直觉要搬回来也很困难，一见到6912我就好消息是，21世纪以来，瑞士主流品牌有实力的都上马了集成自动上弦带助轮的计时机芯。刚才说的这个计时表奇葩布局的头部爆款品牌，在口罩前一年就推出了集成自动上弦带导助轮的码表机芯。最新的爆款，比如双金的那款某数，用的就是最新的自产机芯369。之前的那批饱受诟病的像7750的兄弟怎么办？有招，装在潜水比较好的某数里的自产机芯，
布局居然也是六九十二的，这算不算救场？我想听听你们的意见，想匿名就发弹幕。关于集成自动上弦助轮计时机芯的外部识别，我只是讲了个正面的东西，避坑攻略我给你请一高人聊聊更微妙的。Oh, that was a few years ago before my arrival. So the chronograph that we have today is, to me, one of the most beautiful integrated chronographs in the industry. It's a 5 hertz chronograph, so high frequency. It measures a tenth of a second, so it's 36,000 alternants. The construction is very beautiful because it's an integrated chronograph. There are two ways of doing a chronograph. One is the cheaper way to have a base caliber, which is your three-hand watch, on which you add a module, a complication of the counters of the chrono. You can recognize those modular chronographs because the crown is lower than the push buttons. No? In an integrated chronograph, there is a line that connects the push button, the crown, and the next push button. With that, at a glimpse, you can see if it's a high quality chronograph or not. Then people can even cheat a little bit because some has managed to lower the push button of a module, but that's a bit more complicated. But when you have that integrated chronograph, there is also a beautiful way to display the function, which is using a column wheel. That is a mechanism that sets a start, stop, and reset function, ruling it by that.关于计时机芯的外部识别啊，除了我讲的以外，还有高手讲的判断表冠和按钮的高度差。如果是集成的自动上弦机芯，它的表冠和两个按钮是在同一个平面的。如果是加了模组的，模组呢要加在基础机芯之上啊，没有听说加在下面的吧。所以呢，模组机芯它的按钮比这个表冠要高。你观察一下哪些表是这种集成的机芯，哪些表又是模组的？再一个呢，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啊！即使是模组机芯，也有有意的、聪明的设计师想办法把表冠和按钮啊设计成一个平面。这种机芯，你能点出来吗？我估计你们有人已经开始看手上的计时码表了啊！感谢你们的陪伴，我这只是一家之言啊，你的反馈也是内容的组成部分。喜欢就点个赞，转发更赞，下期见。